为着要改变传统单一旅游服务功能，日管处改造伊达少游客中心，伫一楼提供游客服务以及部落文创加文空间，也佮有码头附近的四种互动性的装置设施。伫咧二楼引进连锁美食餐厅，搭配着收集日月潭新的八大景色等囡仔上课类活动，予游客来到日月潭有好耍的、嘛有好食的趣味体验。伊达少游客中心经过日管处的改造了后，今仔日重新开幕，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的装潢，拢变甲真无同款。那随着我们旅游形态的改变，还有我们的船班哦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配合观光局一处一特色哦，然后发展原住民部落观光的体验的这个原则呢，重新把这个游客中心的内装做一个转换。除了游客服务甲部落文创艺文空间，一楼外面有规划小食部，原本庞都市的二楼嘛有连锁美食餐厅来进驻，提供平价消费。那里面提供的就是手工窑烤披萨，还有这个古巴三明治，还有跟在地日月潭的咖啡日月星舞庄园咖啡呢合作来做庄园级的手冲咖啡。哦，相信这个点呢是日月潭唯一一个可以面湖又有隐私又有安静又可以享受美食，而且这个重要的是价格非常的平易近人。另外，游客中心的外面码头区有四种互动性的装置艺术，提供游客来翕相体验，非常的好耍。觉得怎么样？很重吗？很棒，很棒哦。好玩吗？好玩。从哪边来玩呢？北京。北京啊。你觉得这边好玩吗？好玩。那我们进来伊达少码头的部分呢，就有四个地景艺术，包含全屋、包含雏鹰、包含的蝴蝶，还有 Q 版的酒蛙。然后走过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的大橱窗。那我们大橱窗呢，会定时的更换橱窗展示的内容。为着要迎接新年来到，推广日月潭新八景的旅游，收集日月潭新八景的灯影啊，都上好的活动。内容设计的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它这样拼出来可以成一幅画，蛮有收藏意义的。对，来了好几次。第二次。第二次啊？对呀。怎么会想要再来？喜欢啊。喜欢这里的风景。对啊。那你觉得就是日管处推这个小游戏，觉得怎么样？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对啊，我们特意从那个大陆也买了那个集章的本子过来盖章，很多集点我们都盖章的。我们的八景呢，就是包括了我们的水上自行车道，然后还有九只青蛙，还有水色坝、永杰通心桥，再是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还有我们的代表兽族的这个拉鲁岛。假日来日月潭旅游，有好食好耍，而且是愈来愈趣味。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